今天咱们没有一块五毛多。留出鸡蛋了和怀面吃。小黄漏了。这漏都不用装。这漏都得不了，是吧？不漏。小黄没事。今天呢，去卖这个小麦了，然后留出一点，然后呢，把这些多余的都卖掉。装一车麦子呢，就是一身汗。这两天呢，我看天气预报的温度呢，也是39度、40度的。这两天其实特别的高温啊，大家也注意防暑。不完成麦子已经卸掉了。现在是一公文是一天多少斤呢？一天提。但是一分是两天，提为29，这是多少斤了呀？一块六，一块五毛六啊，五毛六，那出一个一块五毛六，还有个五厘的，是吧？哦，但是一天体温40多斤，哦，是吧？嗯，那学生们，那结果能喝到，带着一目的能达到1500斤多有，是吧？哦，能拆1500斤多有。嗯嗯，这今年还在差不多嘞，今天交再交3岁。你看，事儿都给拽我这手机上来，你把你的银行卡、银行卡给我。不来，不跟俺。那不给你多少？你没要你这了？你那个就没费了，交的装人不是事儿，费了啥来的？就那样就转银行卡，你这手机也不能收的事儿。不来我之前就能给你的。哦哦，这不来我。那我直接就能给你嘛，是吧？哦，嗯，也差不多。哦，今年还在这那个差不多的，这别年淡过那些。交两岁肯定不来。嗯，今年交3岁，今年也少没了。哦，今年普遍的都行了。哦，也差不多。嗯，差不多一天多，又开始在这户，去那往那卖，都是拉的点儿，都一天多的。你这等会都不是说卖俺们的，都不卖，都不很多。都在一个留在这儿，是呗，卖在这儿，都是这样。哦，